大家好，我是国立台中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何新嘉。接触永续发展教育大概15年，在15年间支持着很多的教育工作者推动永续发展教育，同时也带领着大学的年轻人去实践永续发展，而也面对目前真实世界的课题。很荣幸接受到 TEDx 台中的邀请，在7月30号我会跟各位好朋友分享永续发展所带给我们的反思，反思我们跟环境之间的平衡。欢迎7月30号我们一起来接触永续，了解永续，实践永续。